行啊，方舟舟行，罗马拼音啊。牛蛙我的讲义里面就有写了，有对。也就是说，右边这个字啊，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你所认识到的那个字啊。比方说，退步的退那个字，退步的退里面那个字啊，看起来跟这个字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啊。食物的食那个字，除了那个点之外，跟这个也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啊，就是良好的良嘛，良好的良，少一点嘛。可是实际上他们真的不一样。我来说一下啊，良好的良啊，啊那个字啊，就是即刻的即，那个右左边那个字，它其实是一个食物的容器，这样，就是拜拜礼拜用的，或者是吃饭的时候用的一个食物的容器。然后比较像我们现在韩国，如果你们常看韩剧就知道了，就吃那个火锅大锅。嗯，就部队锅，超恐怖的，几十个人一起吃，筷子、汤匙、口水，就搅和在一起，就是那个是以前的共识，啊，那右边就是一个这个单耳钩，那个是一个人正在吃饭的一个人，所以即时的即啊，就是正在吃饭，你看，它跟我们现在的更很像很像。那即就是我吃饱了，我懒得看那个锅子里面的菜肴，啊，剩菜剩饭，所以身体看着锅子，我的头呢别过去，这个叫即。即就吃饱，完毕，是吧？即是正在吃，那清呢是很多人吃共识，清为朝朝暮暮，有没有？这个清就共识，因为春秋战国时候啊，有一些贵族。想要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为他服务，啊，他需要谋士，需要有刺客，对不对？比较有名的是谁？孟尝君。孟尝君他就是一个很棒的养很多，这个食客的人，三千食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很有名的哦，所以叫做清，清就是一起，中间这个就是饭锅了，左右两边就是一起坐在那里共食的人。我说就很像韩剧现在的那个大家吃部队锅那样，啊，可以吗？很容易懂哦。好，那退步的退呢？中间它其实是一个目标，目标一个 target， 一个目标。那个人呢、啊，往目标后退而走，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叫更是什么？更是一个人，因为对另外一个人非常的恨。不愿意正面看他，所以背面回头瞪他，这样啊，这就是更，所以更就是恨的本质啊。它有好几个字可以解释，比方说银色的银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眼白比较多，这样知道吗？恨为什么？因为心中不爽，对他的这个。怨很多，就是恨，这样心中，然后再上翻白眼。银呢是，这个黑眼球比较少，白眼球很多，银色的，这样，可以吗？就是线啊，老师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，啊，所以老师就帮各位发明了甲骨文这三个字，就是我发明的，原来没有，我翻查了所有字典都没有，我有这个能力帮你们发明的，是我发明的啊。我看到一个眼睛啊，就是一个三角形再一个方形，超级酷的。我说哇，这个眼睛怎么那么酷？但那个眼球中间的瞳孔啊，是方形的，然后上眼睑跟下眼睑变成倒三角形。这样，我说哎，这个好。所以我就，然后眼睛看那一边嘛，我人的身体在那一边，所以它就相反。意思说眼神的方向跟人的身体手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这叫做更，看吗？你说你是那腿呢？什么腿？我们的大腿的腿，就退步的退嘛。对对，退步的退。我刚讲了，你没有听到，那再抄一次。中间不是这个字，中间是一个目标，
啊，退这个字啊，中间是个目标，然后这个人呢，远离了目标，就是它是个日，日就是一个目标，然后我们身体呢退离开目标，所以他用脚，老师记错了，他用脚，啊，脚往后走，那是脚往后走，对，就脚跟那个目标物相反，就是我远离目标物，从目标物退走，这叫退，这样，啊，所以它的错步就是代表行动的方向，行动的那个那个标志，就是我在行动，那目标物就是我的目标，可是我现在的脚呢，反着倒着远离目标。或者是腿，腿就是形声字嘛，形声字从肉退阴嘛，你还要问什么？这有什么好问的？借那个意思。这种形声字啊，70%-80%都是，这不需要问，都是形声，都借这个本形来当做的声音，这样知道吗？我只是鸡婆，还帮你们把这个羊的右边那个声解释的清清楚楚，增加意，来跟你们做对比，这样懂吗？懂。要不然解释这干嘛？它是生命就好，对不对？嗯，一样啊。我刚刚讲的退，我刚刚讲的更，啊，对，恨这些，淫这些都是，还有无淫的一个土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眼神啊，过去的时候，它就代表了一个眼白很多嘛，啊，望的地方就是没有那个 target 了，就很遥远，就很远。恨意无穷，好吧，总之现就是如此哦。那一样，我们帮你们发明了中山网，中山网一样，这个人的手呢朝这边，眼睛朝这边，所以它这个是相反的啊。然后呢，它的草数两种，一种就是写七啊，然后再写一个好像已经的已。好像已经的已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啊，或者是一个写一个很斜的一个呢，啊，再一个 n 就可以了，或一个英文的小写 h 就可以了，这样这两个都可以，可以当做你们的练习啊。我把它注明一下，草字啊，草字的七，啊，还有这个写法。可以了吗？好，然后呢？好这个字呢？徐俊雄老师。